观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看2011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。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一场男双的半决赛，中国队的柴彪和郭振东这对新组合迎战日本的桥本博且和平田典静。刚才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平田典静，这是中国队的郭振东，来自厦门的选手。过去他的双打搭档是徐晨，但是在去年亚运会之后，中国队进行了重组，他和来自湖南的年轻选手柴彪配对，组成了新的搭档。那今年以来，他们表现的还是相当的不错，在第一次出战的超级赛马来西亚公开赛当中就夺得了冠军，之后在全英他们又进入了四强，最后惜败给后来的冠军鲍伊和摩根森。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日本队的选手，头发非常短的就是这次爆冷淘汰陈金的佐佐木翔。中国队的两位教练是张军和陈伟。在亚锦赛的男双比赛里边，中国队也很少夺得冠军，到现在也已经时隔15届比赛没有拿过冠军了。来看看今天这场半决赛，因为下半区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呢，蔡云、傅海峰和队友是进入了半决赛，所以只要今天郭振东和柴彪在这场比赛里边胜日本队的话，中国队就将提前获得亚锦赛男双的冠军。双方打成二平。郭振东和柴彪进行配对啊，柴彪虽然身材比较高，但是他在往前的时候会很多，因为他往前的动作很快，封网的能力强，而且加上身高呢，他封网的面积也很大。而郭振东在后场主要是利用起跳扣杀来制造得分机会。